学生随着农会人员的示范 DIY 制作油啊饼，这是麻豆区农会甲北市国小合作，特别安排予学生到农会超市参访。除了制作饼之外，麻豆农会总干事也向学生导览超市内面的设计理念。北市国小校长蛮用心的，所以他又希望就是说，到我们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超市来走走，然后看我们把文旦这个产品，除了我们鲜果吃之外，那我们在加工上做了怎样一个延伸？那当然是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非常的棒，因为他们对整个故乡的产业有一定的认识了，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超市很多不一样的提点，就来自于小朋友的声音。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也是。我们觉得今天很大的一个收获。那当然是我也希望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地的一些学校啊，也希望麻豆农会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其实我们农会蛮乐意来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为了让学生更加了解实在如何对产地到产地的概念，透过这场实农体验，校长带着学生到农会互动交流，并将满满的知识记在了头壳，再回去跟大家分享。麻豆其实本身就有丰富的麻豆学的故事，那北市国小在新课纲的校定课程里面，其实就是结合课程的脉络，在我们一二年级的阶段，希望能够从达人的分享以及实践的一个参访，能够深刻的理解到柚子原来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创意。北市国小利用这次到麻豆农会超市参访的机会，希望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，并且更加熟悉故乡的农特产，也将透过更加多元的方式来加强推广食农教育。咱听新闻了，三毛刀彩虹报道。